真紧呢，我台 GLC 300 Coupe 哦，即马呢嘛走10万公里啊，我呢算开差不多哦，十个月尔，十个月走10万公里啦。伊个原厂是写讲，将原厂伊是讲一年或10000公里，看对谁先到啦。啊我。即马是十个月啦，啊10万公里啊，一个月差不多1000公里吼。嗯，我的台是外汇啦，美国外汇，啊伊是我算加规啦。啊，安尼讲紧，讲紧嘛其实无紧，人有诶较有咧开诶，一冬拢走万几个。我安尼算，但是我即台算。真早啊！我较早去到啊，迄台有无？一冬、半冬，我拢固定半冬换油啦，半冬5000公里啦，啊，一冬1万啦，啊，即台最近较有咧走，好来看卖啊。等于原厂第一届1万公里保养偌济钱？吼、哦，第一届，人拢讲等于原厂足贵个，要等于着。想要回去就好，紧张到不知多少钱，所以应该还好啦，也是这样而已，你都买起了，哪会那个烦恼多，对，其实买是一次开下啦，还好啦，其实还好，主要是它的，你说保养，我感觉保养也应该都还好，主要是它的零件啦，它的零件比较贵，没保养其实还好啦，来看看，哦，你看它这也真精致，欸，这不哦，这刷卡单啊，啊，发票都要收起来啊。好，拄啊去摕发票，来先来看卖啊。我看卖啊，即届保养工资即个啦，顶面即个3219块啦，这是工资啦。啊，机油六罐啦，一罐6.5啦，冻送3900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机油芯啊，769啦，769，过来进厂检查油封一个57啦，吼、哦，主要就是换这三个啦，啊，检查2次滤网尔，检查啦，哎呀，这个。248这应该拢工钱啦，啊油用到的物件就是用到机油，啊油芯啊，啊油封，安尼尔啦，其他无迄落无用啊，因为我有三单啊，全部8603块啦，8603块，这是发票。这是一种刷卡单。好，我记因我阵啊前几工啊卡电话预约，啊伊接待，伊专因个服务台专门接待，啊接待一个查甫甲我讲哦，你按即届1万公里大概，爱做啥物话，大概花费可能10000块，以内袂超过10000啦。嘿，啊我去了，伊阁开单出来嘛，我就讲哦。伊甲我讲，像10万爱公司可能讲爱请几趟，我讲安尼10万尔，要上早，我著甲伊抬掉。啊，过来，佫有啥物，大概拢共款啊。你国产车共款啊，去就讲啥物雨刷水要加雨刷金有无？我遐我嘛甲抬掉。我看迄种啥，像迄人个汽车谈话信，迄有像嘉伟哥因拢会去。嘛是有迄种车主去互伊采访，讲哦，你即台车保养偌济，安怎讲，啊嘛是三单嘛。只有逐间公司拢会讲要家加啥物油精，还是啥物雨刷水的油精有无？伊拢嘛抬掉。啊，我即个我嘛抬啥？清洁碳嘛，啊，过来就是雨刷精的水嘛，啊，佮汽油精，讲迄落汽油精，汽油遐要用。哎呀，啊，搁加滤网，迄种冷气内外滤网，啊，搁空气芯啊，爱看卖啊。嘿啊，我记伊毋知甲我讲，
主要伊嘛是拢爱先检查脑垃圾换掉啦。哎呀，啊，伊即届可能拢无垃圾啦，拢无垃圾就无搞换啊。哎呀，啊无你啊安尼换开，应该爱可能爱破万的啦。所以我全部甲我汰，互我汰掉伊，汰掉伊就是可能基本我记就是汽油精。倒汽油的遐啦，啊，佮加雨刷水遐啦，即两项啦，啊，佮加哦，佮加氢基碳啦，伊甲我讲要氢基碳，我讲免即三项啦，吓啊啊，佮来滤网，诶，冷气迄内外，即台冷气有内外两滤网啦，啊，佮空气洗嘛，空气洗嘛，都大家拢一般起来就5000转转诶，所以除非做垃圾转袂起，迄种都爱换掉啊，啊，即可能即两项拢冷气滤网，啊，佮加空气洗嘛，可能拢。搁正清气个啊，所以无都无好换啊。所以即届我太太剩8803，其实8000我也想过啦。8000安尼，只是讲吼，因即马原厂较早中华宾士原厂伊是8000公里爱等于保养，啊因即马买啊改1万啊，毋知是讲哦因个机油有较好，还是啥物因个即马即个原因。比较好，所以唔免8000、10000转就好啊。但是我想应该嘛是有人会5000换啦，因为我嘛是有迄种群组嘛，有人群组嘛有咧讲啊，讲有诶嘛是5000，啊有诶伊嘛是讲伊都共款拢10000，嘿啊。啊像我诶外汇，其实有人讲台湾诶汽油甲外国、美国无共啊，啊佫有因走诶拢较长有无？因的去每个州拢足长有无，所以因拢是高速行驶，像高速行驶机油较袂迄落，较袂，要讲磨损较袂遐严重啦。啊，人就嘛有讲吼，长跑高速吼，少跑市区，还是山路有无，你会当10000啦。啊，你啊讲市区长跑一定有50%、60%，吼。啊，高速卡差不多30%，吼、哦，安尼可能就爱5000，较接换个啦。啊，无你像即种外汇，我有看伊手册，因外国是即台是偌济两万英里，咱只换算起来敢若一万六公里较换得英值啦。嘿啊，但是咱遮台湾甲外国都无共，人因拢去每一个市区啊，每一个州都爱走几啊公里个啊。啊，我先拢爱几百，好无？啊，都要几百公里。对啊，嘿啊，因咧拢足远个啊。嗯。对啊，就像我每小时我开公司上班，我吹一逝都无外五啊。啊，我当来来回安尼就爱走110公里啊。啊，我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一逝上班市区，我高速会占较济7分啦，啊，算超8分啦，啊，2分是平面的，啊，所以我每时拢10000啦，啊，我10000，迄油流外，感觉是有较乌啦，系啊，我今日先安尼看卖啊，以后若较无咧走吼，也是市区走较济，即届我着甲5000。我嘛感觉我拢走高速较济，因为我即届即一万我拢走高速个较济啦，市区我拢足少入去走个啦，系啊，所以我就想即届1万啦，啊后届较试看卖啊，较看卖2万个时，我也要做2万个时，我也要望看卖伊机油，看伊个看是高还是安怎，看情形啊，佮看伊流落来够唔够乌啦，足乌吼，就是袂当倒我2万啦。啊，这其实无安尼，你若讲像8000几的话有无吼？8000几，你若甲伊像讲，你若5000公里保养一届，我这1万等于2届，8000安尼等于1届5000、4000嘛还好啊，对无？平均起来等于哦，我1万公里等于会得爱去保养2届啊，有无？啊，我甲斗一届4000，安尼其实嘛袂啊，想起来嘛袂讲足贵啦。一年换一届1万公里，对无？你啊，讲一万公里走袂到，你一年换一届，一年半当你嘛较开4000块，一当开8000块，
安尼是还好啦，只是讲后壁可能两万公里，可能保养就可能较贵，三万、四万应该拢会较贵，因为后壁唔知搁爱换啥物挡皮啊啦、米箱油啦，吓，拢无一定啦。一年一万、一万愈济，可能会较贵，大保养会较贵啦。对啊，我是讲，嘛有咧考虑讲过保了有无吼？但外口找一间啊，我即摆想看阮民用遐有一间专门咧保养修理进口车，功夫袂歹啦。啊，你若像这安尼入油哦，咱这八千块，伊也可能像这油尔，伊换机油、油芯嘛，搁油封嘛，即三，我伫个阮个迄个面对个群主有人讲入油就超四千块落起来啊。对啊，啊你也安尼四千块，其实你也你有外厂，外厂个保养厂，你等于你买当较高起来五千公里就当去做。就五千公里四千块，啊！你一万公里，搁等于做，对无？一万公里八嘛是八千块，啊！你安尼的话，等于是外厂的，这对车较好啦，因为你人咧讲的勤换油，吼、哦，会比你用较好的机油，较好你知无？你一罐机油，你啊，像我这六啊五无，你啊，摕一罐机油，九百块一。800块、900块，还是1000块的啦吼。啊，你走一万，吼、哦，一年一万换，甲我去外口的，伊的机油一罐互你偌济，300-400块。但是我5000我就换掉，5000半当5000我就换掉，会比原厂迄种一万的较好啦。勤换油比你迄种迄落用较贵的油较好就对啦。哼。过来，后一届2万一定嘛爱转去啦，因为佫保固啦，系啊，啊，即个2万佮3万遐保固过，都爱看卖啊。好，先安尼做一下记录，1万公里，哦，原厂到底要多少钱？好，等下啦，爱下佫一本杂志，《中华宾士集团》。你一年一本吗？一个月一本？唔知呢，2021年。第二号按二月吧。哦，二月刊的啦，吼。嗯。这 GLV 都出来了。我刊的时阵，我要刊起来是 GLV 还未出来，都要出来呢啊、嗯。有迄落啊啦，知影讲有这台要出来啊，但是这台是七人座的，1500呢啊，1500七人座的。啊，这台吼。尾啊，砍了！我伫西丽有拄着无？第一届拄着即只，我感觉无好看，伊加较细角。嗯，细金加性啊。系啊，细金加性啊。啊，空间阁大，阁七人座。嘿，但是 CP 值算袂歹吧？你后壁，你坐后壁的人一定爱囡仔，袂当大人啊。细位啊。伊这，我感觉伊车头甲 GLC 有无 ？GLE， 吼 ，GLC、E、B， 这三个车头 B。较无好看，啊，佮伊后壁嘛无好看。后壁我感觉你啊 ，GLC 爱酷配较好看，伊个酷配迄种流线型啦。啊你啊正常个 SUV 吼，迄我袂佮意，迄种个后壁怪怪。除非 GLE 较大只，伊后壁就袂感觉怪怪啊。我但是哦，迄 GLE 一只爱可能300块以上啦，我迄其实咧面对拢爱看你拣个配备好歹啦，无400嘛有哦、喔，对啊，啊像我即只，我配备一定会当讲差一两项尔，该有诶拢有啊，差不多差两三项尔，嘿啊，即只算嘛顶级诶啊，好，行啊，拜拜。